新闻消息来自嘉义县的消息，反毒今日校园，在咧教育部经费的补助之下，全台首座防治药物滥用的教育中心，想要在中正大学来成立，主要是要透过着趣味影片欣赏和游戏活动体验，来向青年宣导着反毒的知识，这算是国内大专院校的创举。总统马英九到场来告白。在咧稻城声音当中，全台第一座并设立在中正大学的防治药物滥用教育中心，是由总统马英九、教育部长蒋伟宁、青辅会主委陈义珍、嘉义市长吴敏辉、国策顾问江义雄等人结拜启用。需要在讲解人员的解说之下，陆续参观到内部的设施。中正大学表示，防治药物滥用教育中心分别规划着反毒宣导干部室、毒品危害陈列室和多媒体影音互动教室。除了透过静态进行各级毒品的介绍，也会培训着学生导览志工，更设置着动画宣导短片、游戏互动软体和拍场所，情景模拟等教室，让青少年对体验当中学习加深着反毒的印象。那我们也感觉到，身为一个国立大学，有他的社会责任，也因此呢，我们请我们学务长杨世龙教授，以及我们范王系的郑瑞龙主任等等很多先进一起来把这样的一个事情做好。不过我也要借这个机会跟马总统及蒋部长报告，虽然这是一个接配的仪式，不过我们东西还是很简陋，还是需要后续的资金来给我们资助。像中正大学设立这样的一个中心，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一方面是资讯的传播，就像我刚刚讲，你把这些实例找出来，我觉得这样子就会慢慢的扩散。困难点我刚刚讲，就是对于这个就是成瘾性伤比较低而且戒断症状，就是如果断停的时候症状不是很明显的毒品，比如说 K 他命的话，要有一套不同的防治的策略。你像海洛因跟安非他命一戒断了马上就会发作那个很难过，万蚁穿心，那 K 他命没有这么强的效果，所以也会使得在宣导的时候会比较困难。所以我们知道它的特性之后呢，然后再加以宣导，我觉得会比较有效。所以吴校长这工作不简单这你做得好，我相信法务部一定会有实质的协助。中正大学表示，该中心已经能吸引到中南部县市大约100间学校、38,400人次参观，有效将反毒为家知识和毒品危害影响，来融入到各中、高中级学生的日常生活当中。新闻客杨宏、民雄乡采访报道。